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沪深股市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很多投资者都在持币，油价开始回落。但是地产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在今年的 CCTV 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主题。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马洪涛。虽然目前各种夏季蔬菜已经开始大规模上市，蔬菜价格呢也开始大幅度回落，但是呢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蔬菜价格的总水平呢还是提高了不少。我们栏目呢就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在整个的蔬菜运销链条当中呢，涨价最厉害的一个环节，那就是从郊区的蔬菜批发市场到市民的餐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最后的这一公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调查。六月初，本栏目对北京的蔬菜批发市场和社区菜市场的价格做了一个调查。调查显示，白菜、菠菜、小油菜被加价100%，香菜和西兰花被加价100%以上，芹菜、韭菜、茴香、黄瓜、油麦菜、冬瓜被加价50%以上，相对容易存放的长豆角、线椒、大辣椒、大葱、心里美萝卜、小香葱、香芹、蒿子杆等被加价25%以上，毛豆和花生的加价幅度分别为10%和16%。但采访中，大批社区菜贩告诉记者，虽然蔬菜从批发市场到社区被加了这么多钱，现在天气炎热，不少菜一天卖不掉就要坏掉，所以他们没有赚到不合理的暴利。啊，一个月能存多少钱？2700吧，2700。嗯，那还不知道多节多节约呢。啊，我们家幸亏不抽烟，要抽烟来了节约那么多钱啊，是不是？调查中，不仅菜贩告诉记者，他们两口子每天工作14个小时左右，两人合起来赚到的利润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同时，长途菜贩也告诉记者，他们跑一年的车给北京拉菜，利润也非常低。有时甚至还要赔钱。去年我们整个干了一年，大概亏了有4-5万嘛。一年下来挣就是亏了4-5万块钱，不赚钱。哎呀，生意也没准，有时挣有时赔的，生意就那么回事，挣了赔，赔了挣。大概一年能挣多少钱？哎，寥寥无几，没多少，3万块钱差不多吧。3-5万块钱。哎。这位商贩告诉记者，搞蔬菜零售这个行当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正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北京市的菜价才能够保持基本平稳。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却发现，即使在北京的同一个地区，菜价仍有相差悬殊的情况。在海淀区惠城门的这家社区菜市场，豆角的销售价格是2.5元每斤，但相隔仅仅100米外的地摊上，价格却变成了1元钱。而这种社区菜市场的蔬菜价格高于菜摊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样是从批发市场进货，运费基本相同，但地摊市场的菜价明显低于社区的菜市场。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有地摊市场让市民买到低价蔬菜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社区菜市的价格高起呢？其实这些地摊菜和摆在社区菜市场的厅堂菜都是从批发市场批来的，进价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卖菜地点不一样，两者之间的价格就差了50%，高的甚至达到了1倍以上。那么这期间的差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居高不下的摊位的租金。那么在这样的成本压力之下，社区菜场的商贩们又会如何来应对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北京的菜贩分为两大流派，一种活动在社区菜市场叫厅堂派，另一种是在马路边摆地摊，所以叫地摊派。在很多市民眼里，这两派人马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勤勤恳恳地卖着蔬菜，但他们心里却把对方看成对手。蔬菜的品种、质量、价格就是他们的武器，在他们相互竞争、相互牵制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蔬菜市场的多样性和价格的平稳。最近生意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卖不动呗。为什么卖不动？外面开早市哪卖得动呢？还都在早市上买。属于厅堂派的社区菜贩告诉记者，
他们卖的蔬菜价格一直要比地摊派高，这是他们的软肋。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些能够躲风避雨的合法柜台都是高价租来的。那么租金到底有多高呢？惠城门的菜贩告诉记者，1.5米长的摊位每年租金是6000元。一般1.5米长的摊位摆不了几种菜，所以很多厅堂菜贩都是租3个摊位，算下来每年的租金就是18000元。赚个1000-2000块钱吧，人家不赚2000块钱，这3个案子了嘛，3个摊嘛。那你一个月就要交1500啊？一个月1500，是吗？对。这个菜贩告诉记者，作为厅堂菜贩，虽然表面风光，社会地位看起来比地摊派高一些，但是这个代价就是每个月不吃不喝也得交上1500元的摊位费。这几年摊位费也在提高，要赚点钱就必须提高菜价。那么摊位费会让厅堂派菜贩把菜价上涨多少呢？现在你就在挣上5毛钱里，2毛钱里走拉得多跑得快呀、啊。现在你挣拿5毛钱的，现在量小，你在量小，你在力薄，你不就不够干嘛的了都，是不是？有点白忙活了。对。大姐告诉记者，以前她是地摊菜贩，那时候是菜越便宜越好卖，但是现在有了自己的地盘，要交上摊位费之后才明白。只要随着市场的普遍水平，即使让菜价每斤多上涨3毛钱，市民也都能接受。那么摊位费对菜价会产生多大影响呢？记者在海淀区找到这样一个露天菜市场，菜贩告诉记者，这里每个摊位的面积大约是2平米。您这边这个摊位是多少钱啊？我的摊位是950，500-600块钱一个月。一个月是有多长？就这么大的，还可以啊。菜贩扳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摊位价格平均是600元每月，每天摊位的成本就是20元，即使每斤蔬菜涨5毛，也要卖40斤菜才能把摊位费赚出来。如果考虑菜的损耗，那么至少要卖出50斤菜才能赚到摊位费。所以想要交上摊位费，自己还赚点钱的话，只有把菜价提得更高才行。菜贩告诉记者，现在北京因为摊位费升高而提高菜价的现象是越来越多。那么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记者也在北京市公布的100多家规范化社区菜市场名单里随机抽选了几个菜市场。在位于海淀区的这家菜市场，一些厅堂派菜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这排菜摊空空荡荡地摆在这里。其他菜贩偷偷告诉记者，跑了的菜贩是因为摊位费太高，实在赚不到钱，所以甩手不干了。那么这里的摊位费到底有多高呢？一年3万块钱。2平米的菜摊每年租金达到3万元，相当于每平米的租金每个月达到了1250元钱。以北京市繁华地段写字楼的租金水平和这个菜摊的租金相比，经装修之后的写字楼200平米的房间每月租金是10000元，平均每平米也只有50元，而这里菜摊每平米的租金价格却要高达1250元，相当于一个精装写字楼租金的25倍。而菜市场摊位费高起，带来的就是高起的菜价。本季度新发地批发市场里，西红柿的价格只有6毛钱一斤，朝阳区团结湖社区菜市场里西红柿的价格也只有1.3元，而海淀这家菜市场的西红柿价格却达到了每斤1.8元，是批发价格的3倍。怎么这么贵啊？这贵啊！哎，不贵，它能空着吗？这是贵才空着吗？在北京，一个菜市场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这里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理想而奋斗着。但江湖是残酷的，为了试探这个蔬菜江湖到底有多残酷，记者以求租者的身份随机来到朝阳区团结湖一个名叫金营的菜市场，要求租一个蔬菜摊位。没想到市场管理人员迎头给泼了一盆冷水，他告诉记者，这里菜摊的价格是每月1500元，如果没有现成的，给附近餐馆食堂送菜的业务，还是赶快打消闯荡江湖的念头，因为光靠零售蔬菜每个月是根本赚不到1500元的租金的。
你要干靠点零售，基本上就对顶不住。我说咱们受累咱干嘛？咱为了挣钱。你要挣不着钱了，你干嘛呢？本来社区菜市场应当是方便居民买菜、农民卖菜的一个民生工程，但是呢，在商业化运营之后啊，实际上就把公共服务变成了一个盈利的项目，甚至就出现了摊位贵过写字楼的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那么这也使得很多菜市场的商贩只有通过独家经营才能够确保自己的利润，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一分钟广告之后，请继续来看我们的节目。好，欢迎回来。根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五月份全市鲜菜价格同比上涨的幅度达到了28.7%。不过呢，我们通过多次调查发现，就在菜价上涨的同时，北京市不少的社区菜市场也开始出现了独家经营的这种苗头。而跟厅堂菜相比，还有哪些市场力量在影响着蔬菜的价格？我们再来看调查。采访时，不少社区厅堂派的社区菜贩向记者诉苦，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一边是菜市场每月伸手要几百上千元的摊位费，另一边是地摊派大搞低价销售，害得他们价格也涨不起来，赚不到钱。那这种日子还准备再过几年呢？啊，马上就不过了，回家了，干太累了。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动起了市民的脑筋，他们认为大部分市民买菜不可能走得太远，那样的话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比较高，不划算。那么是否可以在社区菜市场对一种商品搞个独家经营呢？这样一来，大部分需要这种商品的市民就会到独家经营的摊位上来买，生意就好做了。在海淀区这家菜市场，记者就发现分割鸡、牛肉、猪肉、淡水鱼类、海产、鸡蛋六大类商品都实现了一个商户单独经营。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记者向市场管理人员要求也要做这种独家经营。就是卖肉那块儿，比如卖什么的，这块儿人家包了，鱼别人就不能卖，我刚交完钱知道吗？别人就不能卖。市场管理人员说，以前这些摊位都不是一个人承包，结果互相拼价格，大家都不满意。现在商户提出要搞独家生意，出高价承包了各种肉类柜台，这让市场经营者很高兴，双方一拍即合。你像他那个肉摊，然后大概是一年租金是多少钱？15万。15万，你要想干明年再说。对市场经营者和商户来说，买断以后的独家经营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他们的利润率，而市场经营者也获得了更高的摊位费，而卖菜的商贩得到了更高的市场价格。这鸡翅膀怎么卖啊？15一斤。作为一只鸡的精华部分，翅膀的中段卖15元一斤，那么这个价格是否公道呢？记者跑到了朝阳区这个名叫金营的社区菜市场，这个市场里有两家经营分割鸡的商户挨在一起竞争销售。鸡翅膀怎么卖啊？14一斤。这样的价格比海淀区独家生意的每斤便宜1元钱。那么另外一家价格会不会更低呢？多少？13。批发冻鸡的女老板告诉记者，翅中的批发价格是12.6元。记者计算了一下，在朝阳区经营分割鸡的商户只有3%的毛利润，利润可以说非常低。但在海淀区这家独家经营的商户，利润率可以达到19%，也就是说，参与竞争的商贩要卖6斤鸡翅膀，才能顶上独家经营商户买1斤鸡翅膀的盈利。在海淀区这家菜市场独家经营分割鸡的旁边，这个卖猪肉的柜台也是独家经营的。记者调查了这里的猪肉价格。这前中间多少钱一斤啊？10块。10块。当记者来到另一个菜市场做对比时，发现这里的猪肉就没有独家经营，买猪肉的摊位有5、6家之多。全家怎么卖啊？全家啊？全家怎么卖？全家怎么卖啊？全斤7块。啊？7块。全家给我钱去。现在7.5块。这些菜市场的老江湖一个比一个报得低，最低的竟然报出了7元每斤的价格。记者也不由得为附近的居民感到高兴。
花10元钱可以比另一个地区的市民多买3两前臀尖。一些商户偷偷告诉记者，掌握了一个菜市场的独家经营权，就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价格的控制权。现在这种经验开始在一些菜市场流传。在惠城门这个菜市场，分割鸡、牛肉、淡水鱼类今年也出现了独家经营的情况。在海淀区的另一家菜市场，记者就看到卖水果的商贩也开始应用这种做法。水果摊位被2家水果商户承包，一家专门卖香蕉，而另一家一根香蕉也不卖。这香蕉也是你们家的吗？另一家。另一家的吗？嗯，两家的。你们家这边为什么没香蕉卖啊？不卖香蕉。啊？不卖香蕉。这不是吗？不卖香蕉。嗯。哦，只能去这边卖香蕉。嗯，去去吧。这是一个好的地方。啊？第五个，第一次你就坐飞机了。可以这么大惊小怪的呢？不是，你这也可以卖点其他水果啊？一股苦逼了，一个冻金量啊！啊，一个冻神经啊！神经对。既然老板不肯说这背后的秘密，记者也买了4元一斤的这种香蕉，跑到别的社区市场问价格。结果显示，有竞争的社区市场，这种香蕉的价格是3元每斤。而太阳宫这个便民市场，它的价格只有每斤2.5元到2.8元，也就是说，这个独家经营香蕉的商贩通过自己定价，可以获得30%的超额利润。这个地摊菜的存在，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蔬菜销售环节越少，在价格上层层加码的空间也就越小，那么老百姓买菜呢，也就会越实惠。有一些国家为了遏制菜价的上涨，就专门设置了很多农民直销的菜市场，让大家可以买上又新鲜又便宜的蔬菜。那么为什么北京就不能够开设这样的蔬菜直营通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原因在哪儿。社区菜市场提高摊位费会导致菜价上涨，商户的独家经营也会导致商品的价格上涨。多种力量都想通过菜价上涨而获利的时候，谁又能成为稳定菜价的中流砥柱呢？一个社区菜贩告诉记者，他们的蔬菜卖不起价，都要怪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地摊派的菜贩。明天你可以搭这个扁担到市场里面去，这是2块，我们这卖1块，就不挣钱。那个豆角嘞，这也得�卖1块。市场里面卖多少？市场里面卖2块，最少卖5块钱/斤。地摊派菜贩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蔬菜销售市场一度是他们的天下，那时他们是蔬菜销售的正规军，队伍最壮大的时候，北京的各条马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但进入2000年之后，地摊菜贩越来越少，原因是地摊影响交通和城市形象。随后社区菜市场开始兴起，退路进厅成了当时的主流。但是最近2年，随着社区菜市场蔬菜价格的上涨以及布局的不合理，一些市民感到买便宜菜、卖菜方便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于是地摊派看准时机，又开始出现在小区和街道附近。我希望就有关部门人都协调一下，在这个办个市场，希望这小区的老头老太太买菜不方便，进市场太贵，1个月就1000多块钱工资，那一斤菜比较贵好几毛，他不愿意去，他走路又不方便，是吧？地摊菜贩告诉记者，他们也不想影响城市环境和交通，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是，现在在城市里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替他们规划的低价的甚至免费摊位的便民菜市场。是跟新发地的那个长途的那个菜贩给提的？对，长期的人家就直接搁地里边拉的，我们就直接拉走的菜，不拉俺家的菜。就是卖出去了，一斤给提1毛钱，卖不出去就不提钱。所以说这个扁担你到哪里去，就他能卖1块钱/斤。春江水暖鸭先知，蔬菜价格的高低，社区居民感受最深。他们认为，北京应该扶持这样的廉价蔬菜销售体系，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社区菜市场相抗衡。正是看到这一点，一个资本大鳄出现了。它就是控制北京70%蔬菜批发的新发地农产品交易市场。现在它在北京建立了100多个这样的社区菜店，并且计划在3年时间里数量达到1000家。那么它的菜价到底如何呢？记者也在丰台做了个调查，发现它的菜价甚至比附近地摊的价格还稍微低一点。
新发地对北京市场菜店迅速做大做强充满信心，主要原因他们是北京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建立了食品安全的回溯机制。其次，他们可以从政府获得免费的土地，用10万元建起这些漂亮的社区菜店。因为成本低，所以很快就和地摊菜贩形成了竞争。为了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新发地的社区菜店甚至开始免费送菜。挺好的，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哎，还净白送菜，有时候送洋白菜，买2块钱以上，还有时候送小白菜，有时候送洋白菜。新发地社区菜店的进攻让地摊菜贩很不适应，他们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们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为社区居民提供价格便宜的蔬菜，却并没有获得免费的土地建菜店，同时还要不断的承担违法经营的成本。现在批发市场一说要建便民菜店，马上就能获得免费土地，在成本竞争中取得优势。地摊菜贩感到危机这次真的来了。应该说北京市啊建成世界城市啊，要求呢这个城市管理水平要一定要逐步的提高。当前这种啊非法早市和无照摊贩的现象呢，在北京市不应该要它留有存在的空间。对这一块的话，应该是整顿这个街面秩序，要逐步的应取消和取缔。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有好的一个经营环境，对这样会菜店的话呢和社区菜市场才能够健康的发展。地摊菜贩告诉记者，现在他们还能和新发地社区菜店抗衡，是因为批发市场离市区很近，大家的成本相差不了太多，但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不了太久，因为新发地已经和河北的高碑店市签订了合同，以后会把普通的蔬菜批发挪到河北去。河北高碑店距离北京市中心有50多公里，如果这一办法真的实施的话，以往地摊菜贩依靠蹬一辆人力三轮车去批发卖菜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生存余地了，以后靠各家各户的小资金单兵作战和新发地的社区菜店进行价格竞争也几乎不可能。发过这个文件嘛，好像看了，说要把咱们店，说要把这个新发地市场整个的拉菜的都要挪在高碑店那边去，我觉得菜价应当会更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它距离，运输距离嘛，运输距离增大了嘛，你现在你如果到那边去以后，运输又增加了几十公里，费用肯定又要增加。新发地这个卖菜的挪到这个高碑店了，你会去进菜吗？我去不了，我这下我都不干了。现在社区菜店、地摊菜贩和菜市新贵新发地社区菜店正在展开竞争，竞争也充满了各种变数。以往地摊菜贩靠着没有摊位费的低成本限制了社区菜店的价格上涨，现在新发地的社区菜店靠免费获得的土地、强大的渠道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对地摊菜贩的生存造成威胁。很多市民也担心，一旦地摊菜贩消失之后，谁又来和规模庞大的新发地社区菜市场抗衡呢？因为现在呢还属于海洋阶段，我们现在这个店呢还没有收费，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稳定下来之后，租金呢以后会再低，但是即使收的话呢，我们也会很低的。在北京的大兴区，记者见到了这个包地种菜的菜农，他告诉记者，自己租了3-4亩地，每年的净收入只有1-2万元。虽然看到北京市内的菜价相对比较高，但却没有适合他的销售渠道，所以他每天只能把菜便宜的卖到批发市场。采访中，这位每天从大兴拉菜进城销售的职业菜贩也告诉记者，北京郊区的农民基本已经失去了直接销售蔬菜的廉价渠道，只能通过一级级菜贩进入北京。上哪儿卖去？谁都愿意卖了，怎么卖呀？上哪儿卖去？实际上，农民要进城自己卖菜的话，那当然城里菜都得便宜了就。北京市内缺乏廉价、自由的蔬菜销售场所，对此，一些专家也建议，作为保障民生的刚性需求产品，北京应该强制规定在一定距离内规划一些由政府控制的菜市场，这些菜市场可以少收或者不收摊位费，让菜贩、菜农直接进入小区销售，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城市形象，同时还增加了竞争，有利于降低菜价。要在相应的小区里边划分一定的范围，现在我们城管执法老赶小商小贩，事实上就是说一些像北京市的一些菜农可以直接的进入社区，
就是卖自己的新鲜蔬菜。此外，一些市民也建议，北京市不能把中型副食批发市场统统挪到很远的郊区，因为这样会增加蔬菜副食的流通环节，导致价格上涨。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北三环附近的大钟寺批发市场被更高商业价值的产业所取代后，附近的居民明显感到几公里范围内的菜价上涨的厉害。撤之前当然都说我们这边很便宜了，而且有时候他们都上这边来串门的时候，走会都从这边买点菜的。而且现在他们来串门还买菜多吗？现在人家都上我们这边来，都说我们这边菜贵了，都说我们这边好比人家价格贵多了。蔬菜批发市场对民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房地产，它与市民的距离越近，市民得到的实惠就越多。因此，一些市民也建议，把百姓必需的、能够降低菜价的批发市场多建几个，菜贩夜间进出也不会对交通带来太大影响。此外，专家还建议，政府不能简单的把涉及民生的菜市场统统交给私人老板或者企业经营，应该对这一市场保持价格的控制力。就是包括你的价格形成、摊位价格形成，政府都有相应的一些措施、一些标准、一些规范，否则的话这就是放羊了。就是他这个公共场所变成他的以后，承包以后，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必然就是不但不能就是维持正常的这种市场秩序或商业秩序，反而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我们看到，为了扩大盈利，社区菜市场不断地提高摊位费，而一些商贩为了生存呢，也开始搞起了独家经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老百姓面对着蔬菜价格水涨船高。那么很多城市呢，都已经把居民吃菜当成是一件大事儿，把它叫做菜篮子工程。但是呢，这项民生工程的重心不能够只放在菜地上面，只管种菜不管卖菜。否则的话，即使蔬菜产量很高，批发价很低，可是一旦经过了零售环节，层层加码，到了大家的菜篮子里面的菜价还是上去了。不但老百姓没有得到民生工程的实惠，政府之前的种种努力呢也是大打折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菜篮子工程的眼光应当从菜地延伸到菜摊上，真正的把社区菜市场打造成一个公共服务平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